现在大家都知道娉婷已经死了，娉婷大可以换一个名字，甚至换一副皮囊，只要能在王爷身边，娉婷这一生也无憾。你失去白娉婷之痛，正如我失去王后之痛。我不可能像从前一样毫无芥蒂地相信你。今日我将你的虎符收回，你想重获信任，那就用你的时间和行动来证明。你有什么资格跪在这儿？我听说你为了自己苟且偷生，亲手杀了白娉婷，这一切是为了娉婷。孤芳不自赏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。